嗨，大家好，我是 SHY 的创办人 Sam Gao。 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的是玻璃隔热膜，提供批发、零售、安装、设计，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还有一般专业的技术团队。基本上我们的顾客都很注重产品的品质，我们能依据顾客的要求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提供全方面的建议和服务，是个值得信任的品牌。其实很简单，想得到顾客的信任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当顾客对你的产品和服务有兴趣，其实顾客心里只期望贵公司保持开放和透明，为你的顾客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包括明确的价格，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给予他们优质的产品，提供真诚、透明、真实以及及时的客服。在此我也要感谢 WCBCC 市委总商会联合国家消费人行动议会推出这项保护消费者企业品牌认证，对我们公司进行一系列的评估以及审核，做出肯定和认同，使我们与众不同。对企业来说，可以吸引消费者对于我们品牌的信任，提高大众的注意力，留下印象，并成为品牌首选，增强企业付出和团队的努力，以促进企业稳健发展。